近年只要讲起港岛区有地铁有商场的新楼盘，好自然会浮起三个字：黄竹坑。港岛区30年来最大型的综合发展项目港岛南岸，当中第二期洋海海景比例比第一期更高，啱晒中意睇海的你。作为黄竹坑站上盖项目，港铁南港岛线两个站到金钟只需要8分钟，三个站到尖沙咀只需要15分钟，连接 CBD 话咁易。洋海由港铁、嘉利建设同信和置业合作发展，2023年先至入伙嘅咋，一共有4座，提供600伙，户型涵盖1房至4房商套及特色连平台天台单位，实用面积介乎320至1901平方尺。住客会所拥有健身室、游泳池、宴会厅，还有超过40000平方尺绿化空间，缔造尊贵写意生活。51000平方尺大型基座商场 The Southside 混集各国餐厅、家品电器、大型超市及戏院，满足一切生活所需，既有豪宅气派，亦有各方便利。南区小学18校网，除了传统名校，更加有著名国际学校名牌学府，包括英基国际学校、沪江维多利亚学校、加拿大国际学校、新加坡国际学校，更加近在咫尺，俾小朋友愉快学习、多元发展。活化工厦政策，务求将黄竹坑打造成全新商贸区，配合政府跃动港岛南政策，社区面貌同配套都焕然一新，无论投资定自住，都潜力十足。顶级景观、潜力社区，黄竹坑洋海南区投资首选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浏览利嘉阁网页或者联络我哋嘅分行。